那我们现在就用单摆来跟各位说明解释一下，所谓的机械能守恒、力学能守恒，重力位能加动能等于定值。OK， 我们摆锤在最高点图上的一跟四的时候，最高点不再动了，所以呢速度是零，所以动能多少？零，因为摆的最高，所以位能会最大，位能会最大。然后呢，摆到最低一点的时候，表示位能会怎样？最小，我们当作是零嘛。我们说我们习惯上取最低点当作零，那么就单摆的最低点就是最低点，然后就最低点就零，或者说你说不说零是位能会最小，位能会最小。那么这时候所有的位能都变成动能，所以动能会最大，那个速度最快，所以动能会最大。所以第二点二的时候，位能最小，动能会最大。如果在一跟四的时候的位能是五焦耳，那二动能是几焦耳？机械能守恒嘛，机械能守恒嘛，位能五焦耳，动能是零嘛，加起来多少？五嘛。那放到最低点的时候，合起来还叫多少？五，所以动能多少？五焦耳。那最高点跟最低点的动能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这个嘛。这是最高点的位能嘛 ，mgh 嘛，我们讲过正确写是 mg delta h 嘛，高度差嘛，就等于那个动能二分之一 mv 平方嘛，这在高中会变成一个公式，这在高中会变成一个公式，然后 m 消掉，然后 v 等于根号二 gh， 在高中会变成一个公式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公式，观念而已嘛，就动能加位能等于定值，就要那个加位能定值。那这边也可以考计算，就是人家考你说我这么高位能有多大，然后问你再问你说最低点速度有多大，就这样算了，就这样做，就这样做，就是位能变成动能，这样很简单。如果要计算也非常的简单，非常非常简单。那所以呢，这三就也不是最高，也不是最低，不重要，反正动能加位能会等于定值。所以呢，在位置三的动能加位能就等于位置二的动能，就等于位置一或四的位能，反正就是动能加位能会等于定值就对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观念。好，然后过了，考题可能纯粹考观念，可能要考计算，计算很简单，就是 a 加 b 等于 a 加 b， 好，这边的 a 加 b 等于那边的 a 加 b。这里的动能加位能比那边动能加位能可以算出来 ，OK？ 好，那如果这个题目当中我的力学能没有守恒，我的动能加位能没有等于定值，那表示一定有其他的力量在作用，把它消耗了或者把它加进来。比如说考试中有一种题目，有一个气球等速上升。请问你，气球等速上升，动能加位能等于定值吗？为什么没有？等速上升表示动能不变，可是越来越高表示位能会增加，所以托头只会变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一定怎样？一定有外力做正功嘛，一定有外力做正功，所以它能量才会越来越大，诸如此类的东西啊，看看就是看你就小心一点。你不要懂得，一定是动能加位等于定值，没有，看题目怎么写嘛。等速上升的气球加起来没有定值啊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，OK。如果不守恒，就一定有其他的力量啊，给我，然后我就可以算出来的加量多大或者作用有多少 ，OK， 就根据它的能量的变化就可以晓得。好，来，康轩有一个示范实验的影片，就是讲那个。机械人守恒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作力变大，动能增加。反之，在上升的过程中，高度变大，位能增加，速率变小，动能减少。在过程中，动能与位能互相转换，而总和会保持不变，即称为力学能守恒。他就是讲我刚才跟各位说那个单摆的例子嘛 ，OK， 反正就是一句话，动能加位能会等于定值，高能加位能等于定值，前面的 A 加 B 等于后面的 A 加 B， 前面的动能加位能等于后面的动能加位能，考试要考就这样考，不考就是考观念，就没有事了 ，OK， 不然问题吧，没吗？